昨天晚上万众期待的金鹰节正式开始了，各个网络平台上有关于热巴的消息也是层出不穷。我觉得热巴的整体造型还是很美的，虽然微博热搜有关于上井迪丽热巴手臂紧这个话题的出现，但我定睛一看，那也是礼服不够合身和角度偏差的问题。如果这手臂还较粗的话，得逼死多少女孩子啊。热巴这张充满异域风情的混血容颜的确很能驾驭起珠泪常人 hold 不住的富贵色，感觉这是金鹰女神李群第一次找到了正确的打牌方式。看到网上各个角度的高清图，本位胖女孩真的实名表示很羡慕。真金鹰女神虽然热巴就是金鹰女神本神，但还是会有些人气和实力同样出众。可基于女神的名额只有一位而错失的遗珠在等，比如说杨紫。在最终结果公布前，她的票数一度也非常高，一直是金鹰女神的热门候选，最终落选也真的是有点可惜。近两年杨紫的演技和作品方面的努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为了撕掉这个固有标签，并在其他角色上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他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他的微博置顶就好像是在时刻督促自己要向前看，好在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像前段时间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就算与强势霸屏的延续攻略一同上线，却依旧能获得不小热度和人气，很多人都因为这部剧而被他圈粉。且不光是演技和作品，今年的他造型上与前两年相比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就是发型了，有段时间杨紫真的在发型的选择上一直不太能让人理解，直到换成现在的茶色短发，她的利落轻盈感与杨紫自身活泼搞怪的性格会更搭，时髦度也跟着被提高了一个 level。 妆容方面她最大的改变就是眉形，终于放弃了之前的一字平眉，变成了现在眉尾下落收尖的柳叶眉，增加了面部的锐度后，让她的妆容整体都精致许多。但前面两点都不敌她在身材上的变化大，为了能在荧屏中展现更好的状态，她一直以来都在很努力的减肥，如今她的身材相较之前也真的是消瘦了许多，肉眼可见的瘦了18斤。因为在此次金鹰女神的选举中，杨紫可以说是热巴最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公布之前网上也一度有些不同的声音，有网友认为杨紫看起来太像小孩子了，欠缺些女神的韵味，所以感觉与金鹰女神的形象不太搭。其实细想网友说的话也是在理的，你看像之前的金鹰女神刘诗诗，由于她芭蕾舞者的惯性，所以她永远都是抬头挺胸，舒展开阔的天鹅颈和直角臂，让她在穿紧身礼服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展现出女性的线条和力量美感。还有上一届的唐嫣，除了高挑的身材外，她细长的脖梗与平滑的锁骨线条也是相当优秀，自带一字肩的轮廓，看的我很想钻回母体回炉重葬。但杨紫在这一部分就略有欠缺了，减下18斤肉后的她因为臂膀处消瘦单薄了不少，所以相较之下会少了一点宽阔骨架的气场。回顾之前的历届金鹰女神，她们在出场时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把手举起来做起飞的姿态，这个与芭蕾天鹅臂相撞的动作昨天在网上也是激起了相关的讨论话题，大概就是像下面这个样子的。还记得那熟悉雏鹰起飞吗？那么说到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真的很考验历届女神们的体态，除了脖梗肩膀的线条要顺畅优美之外，手臂下巴和胸部两侧的肌肉也是要很紧致，才能避免出现白白肉和副乳的尴尬情况。所以在家的我们和杨紫如果希望有一天能够像往届金鹰女神一样成功起飞的话，做好以下的锻炼是必不可少的。经典天鹅臂这个动作算是一个非常简单易学的动作了，你只需要双脚八字站位，挺胸抬头，注意不要撅屁股，然后双臂打开自然上下摆动。 PS 不要耸肩，锻炼部位手臂、胸部、肩膀、后背、天鹅臂侧位，虽然我们主要锻炼的是上肢，但是站姿也是很重要的，
跟前面一个动作一样，双脚八字站位，向斜下方弯曲身体，同时伸展手臂，锻炼部位：腰部、核心、手臂、后背、天鹅，比向后伸展阿拉贝斯克芭蕾舞姿站位，也就是右脚在前，膝盖微微弯曲，左脚向后伸展，双臂做向后展开的动作，锻炼部位：手臂、背部、核心循环。阿拉贝斯克是做芭蕾的起跳动作，这个动作双脚还是做八字站位，在左右脚前后要岔开来，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接着下段起来时右脚也要跟着抬起，再配合手臂像天鹅展开一样的动作，就能轻松的得到锻炼。锻炼部位：腿部、臀部、后背，怎么样？这几个简单的锻炼妙招教给你们，金鹰女神的奖杯还怕在梦里拿不到吗？本周 T-Shop 三期活动是秋冬美靴季，点击进入专辑领取优惠券，快快 get 起来今年的潮流趋势吧，请不要关注不迷路，想让 Coco 眼熟你只需两步，快把时尚 Cosmo 视为星标，让 Coco 带你行走时髦江湖。图片来源新浪微博时尚 Cosmo， 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喜欢这篇文章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哦。